乒乓五子棋挑战，输了少这一个月，加洗衣服加刷碗。行，那你先回来，你就打开吗？都趴着。你展示给他听。好。好，不错，两个，一个点。来，这谈判该俩说好了，我俩打过来啥的。炸弹！哎，我还有五个球，往后一点。不是，哎，那我这是我没球了，你都投了，你还是没？不是，别打，别打。本次比赛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Yeah！